吃饭，夫人，抱我一下。嗯，自己不。多大的人了，还要外人帮你剥虾？不用了。侯爷，要是吃不惯我们白府的粗茶淡饭，门在那边，侯爷请自便。女婿。刚炸好的丸子，你尝一下。我最喜欢吃娘做的炸丸子，谢谢娘。哎，行，儿子，筷子耍得好。来，夫人吃一个。坐下，好好吃饭。看来还是侯府的菜合你胃口。我们白府吃惯了粗茶淡饭。吃不惯你侯府的山珍海味，是，爹爹说的是。慢点吃，不着急。来。不吃了。哎，没吃几口呢。我还想吃烧鸡、糖葫芦、炸丸子、松糕、豆汁儿、红烧肉。都听清楚了吗？让膳房去做。侯爷英明。侯爷，您说让膳房做什么？松糕、豆汁儿、糖葫芦、炸丸子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侯爷英明。哎，跟我过来。哎。炸丸子，吃不吃？那烧鸡呢？嗯，这是最后的晚餐吗？是啊，有毒的，你吃不吃？魏长之，我吃就吃了，死就死了。拉着你也不亏，反正你破尸荒野没人收尸，不像我，我准备了自己的。魏生之，你。你信了我？是啊，好吃吗？
那便轮到为夫了。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人肉是酸的，我不好吃的。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要新鲜的才好吃。我一口一个。魏尚志，我月事来了，怎么不好吃？是吗？来月事还能沐浴啊？刚来的。